家好，今天分享一个冬瓜新吃法。榨出冬瓜的水分，别切透了。鸡粉、五香粉、海鲜酱油、蚝油，加入清水，搅匀备用。自来油泡打得越多越香，油冒烟了，加入。大火烧3分钟，打完青椒出锅，打冬瓜鸡蛋饼做好了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开胃又下饭。喜欢的朋友多
不如快点来试试吧。